讲会到做会到嘛是做政治人物真重要要求。秀水乡长梁振祥伫即届选举当中落选，未当继续来连任，伊将完成选前最后一届参选的承诺。伫落任了退休，等下家庭好好陪伴厝内人，嘛毋忘未来政坛后辈继续为台湾的民主来拍拼。虽然这次争取连任失败，但是梁振祥同样遵守选前的承诺。71岁梁振祥，总政28年，曾经担任过五届官员甲一任的秀水乡长，服务过真侪乡亲，也为秀水争取了真侪建设。这次寻求连任是失败了，但是伊嘛会遵守选前最后一届参选的承诺，宣布退休回到家庭。啊，这次吼。选前已经结束了，咱吼回归吼家庭的生活，同时的要来做咱有四位代表，而且年轻人，而且后头吼，然后需要服务的吼，咱拢全力以赴。尤其这民主运动，我30几年前开始到今嘛，会使讲无休困，无休困吼。咱这民主嘛要继续，还搁来行落去。我春电一站嘛吼，我明仔后拜五就要来环岛一周，吼环岛一周吼，差不多孙仔囝吼要来坐一日啦吼。这用个过一个真正轻松吼，无负担的这个生活吼，回归家庭吼。嘛，亏欠着家人啦吼，包括阮太太吼，会知讲对我非常的辛苦吼。我的孙仔要找啊，可能找无吼，即马尽量来即弥补，吼弥补在即家庭的即个在大事。梁振祥表示，伊伫年来争取真侪建设，而且有诶搁咧进行当中，嘛希望新任的乡长未来会当将秀水建设做甲搁较好。伊对台湾民主的关心永远袂改变，也会做政坛新生代上大的后盾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秀水采访报道。